我需要更大的地方，更多的人。可现在池山鹰已经盯上我们了，谁挡我路，我让谁死。现在连个电话都不接，杜丽，看看这个吧。毒死了？不是，穆小姐的训练好像真的挺可怕的。我没能进她的练兵场，可她带走的人全部都死了。这几个人的尸体是我在好几个乱葬岗发现的。去找穆丽花。去找穆丽花，她必须得给我说法。是。要什么说法？啊，穆小姐，不请自来啊？怎么？不忙啊？我正想跟您说这件事情呢、啊。前段时间我操作不慎，烧死了你的几个兄弟。不过我已经让助手给他们发了抚恤金了，所以。麻烦您再给我几个人。说得轻巧，再给几个人。拿了我的兵，不办我的事儿，这要放在别人身上，我早就已经崩了他了。池都里，我看您是误会了。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只要您能一直支持我，穆家就一定会支持你的。现在可是都里大人你言而无信，怎么还能怪起我来呢？要说这嘴皮子上边的功夫啊，穆小姐是真厉害啊，巧舌如簧啊。那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说明白了吧。我的这些弟兄都是随我出生入死的铁骨铮铮的汉子，只能死在战场上，不应该出现在这张纸上。要是大家知道我因为你穆梨花损失了这么多的兵力，动摇了军心，耽误了正事儿，那我在我这些兄弟这边，在民众那边都没法交代吧。都里大人不愧是义军之首啊，思虑周全，是我考虑欠妥了，告辞。沈先生，尤文叔叔刚刚打电话跟我说，张爷爷走了。来了，我回来了，都安顿好了，安顿好了，好。沈先生，这封。是爷爷让我交给您的信，您放心，以后沈家老宅的事情
交给我便好了。爷爷以前怎么做的，以后我也会怎么做。对于您的事情，我此生不会跟外人提及半分。在我心里，您从来没变过。拜托了。沈先生，见字如面，承蒙您相救，为沈家守墓，有幸得以颐养天年，吾这一生已是知足。您一向是妥帖之人，吾常想你我相识七十载，却只见过三五次，然匆匆一别，已解我心头遗憾。将军百战，身名裂，向河梁，回头万里，故人长绝。此生一别，望珍重万千。此生与您相识，也是我的荣幸。那其他这些都是你的家人吗？有家人，也有朋友。我有我的吗？现在还不能有。那之后会有的吧。这些都是已故的亲人和朋友。嗯。赶着回来替您收拾一下，没想到您都已经弄好了。查得怎么样了？我这次去素平镇调查，果然查到了一些线索。我父亲年轻的时候在外面认识一个女人，后来这个女人怀了身孕，生下一个男孩，父亲把她接到家里，我唤她一声姨娘。后来祖母发现姨娘经常在半夜偷偷杀鸡饮血，祖母怀疑他们是妖孽，就趁父亲离家的时候就把他们母子绑了，要烧死他们。姨娘？是的，我查过沈家族谱，这位姨娘只留了一个卫士的称号。先祖在日记里提到，穆家曾与人抢夺血珀时，这个人就叫魏秋。此人发起狂澜，力量暴增，行动迅猛，赤手空拳就能以一敌百。穆家众人损伤惨重，只剩下先祖仓皇的逃离，凭着他那残存的记忆写下了这本日记。日记里魏秋的能力跟沈之恒完全一样，你觉得这说明了什么？难道是这位姨娘把血珀石给了沈之恒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对你更实在彼得了。林晨，我们得弄点动静，逼他现身了。
我来吧。好。你们这是要干嘛？带你们离开海东。啊？为什么要离开海东？找一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，没人打扰，没人找麻烦。离开海东？在离开之前，还有一个人要处理。海东出现多人失踪事件，深夜出行注意安全。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我可没做这件事情。我知道不是你干的，应该是穆丽花干的。池善英的警卫连都已经损失好几个了，全都是有去无回。就算没有那三块陨石的恩怨，穆丽花这个人也留不得。我们要替海东解决这个大患。那池善英呢？池善英好歹还是个人，而穆丽花已经丧失了人的理智了。行吧，我都听你的。但有件事情我们要谈一下，很重要，非常重要。说完了？说完了。既然这件事情对你有那么多好处，那你自己去做就是了，干嘛还来告诉我？难道你妄想着我配合你乖乖束手就擒吗？我可不是为了好处才答应利益两大，我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愿闻其详。你现在得罪了海东君，池山英不会放过你的，你又暴露了自己不老的秘密，穆尼花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所以我才要带你们离开海东，为什么还要留在这儿？厉英良他答应我了，只要我愿意同他合作，他就有办法能让我们离开。而且他还说了，他会退出协助我，让靳许爱上我。就算我同意，金靖雪也不会同意的。人们的感情不是机器，说停止就停止，说爱谁就爱谁。连我都看得出来，他爱的是厉英良。你看不出来吗？我觉得厉英良根本不爱金靖雪。你怎么知道他不爱金靖雪？他如果爱金靖雪的话，他就不会把他拿出来当筹码。要我，肯定干不出来这种事情。我真是奇怪，像你这么天真无邪的人，怎么瞒得了我三年？哎呀，大哥，你就全当成全我嘛，这对你也有好处啊。长兄如父，往后我就把你当成爹一样去孝敬。而且靖雪留在海东，我也不放心啊。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的。大哥，你太好了。我可以配合，但我有个要求。最后我要见到穆梨花才会离开。你找我做什么？哦，厉不厉害？你比大哥有趣多了。像我。我是问你我厉不厉害。身手敏捷，迅疾灵巧。厉害。那我能帮上你们什么吗？帮什么？池山印和穆梨花是不是很厉害？那咱们偷偷把那两人干掉。我可不能杀人。没事儿，他们两个都是坏人，咱们偷偷把那两人干掉，别让大哥知道啊。你们两个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还有事儿吗？你跟我来。哎，今天违反的是第三条。威廉不是陌生人。顶嘴。好。六大准则30遍，抄完了才能睡觉。30遍不行，那可就要写40遍喽。写不完不准睡觉啊。小乌鸦，我带你出门，但你不许出声哦，不然我拔你的毛。走。
怎么回事？一个破鸟就给你吓成这样了，赶走不就完了吗？滚！滚！没用的东西！全城翻个底儿掉也得给我找出来。是。要是挨这一枪能把你赶出海洞，那也值了。对不起哦，拔了你一根羽毛，多吃点，来。欧瑞，你怎么这样？那么小气，不就拔你一根羽毛吗？你至于吗？我不跟你做朋友了。米兰。沈先生，起得很早吗？睡不着。换身衣服，去看看风景吧。好。你说，他光吓唬我。也不伤害我，是何目的？杜丽，听您的描述，此人神出鬼没，速度迅捷，他定不是常人。难道是沈之恒？不可能，身量娇小，不可能是沈之恒。身量娇小？难道是牡蛎花？不，进来。杜丽。一名叫司徒威廉的人在外面等候接见，他说他那里有力量的消息。力量为什么自己不来？
他说他现在不敢露面，还说那些文件不是他拿给沈志恒的，是沈志恒偷走的。沈志恒想栽赃陷害于他，想借刀杀人，让您把他宰了。那你就不怕我怀疑你说谎把你给宰了？这我倒没想过。你会吗？好大的胆子，敢跟都里这么说话。其实啊，他让我来这里就是想让你过去看他一眼。他说他现在谁都信不过，只信你。行吧，就麻烦你转告林良，说我会去看他的。知道了，告辞，池都里。哦，对了，差点漏了最重要的这句话了。林良他还说了，他说为了表示忠心，他想出来个办法，能帮你抓住沈志恒。李英良把他的办法告诉你了？嗯，我就只是个传话的，走了。这个李银良啊，蠢到家了。我满世界找他找不着人，他居然找了一个仇人来向我求救，还把他所谓的计划告诉了司徒威廉。司徒威廉跟那个沈志恒是一伙的，司徒威廉知道他的计划，沈志恒不等于是知道了吗？那都里的意思是，我在想啊，说不定这计划就是沈之恒想出来的，他们三个人串通一起跟我演了一场戏。都里，我这就亲自带人去清公馆拿他。哎，不必。那都里是要去见他吗？见，当然得见了，人家费了那么大的劲想出来的计划，我还真想知道知道。我这就去安排。嗯，沈先生，我昨晚没有睡觉。没有睡觉？做什么了？我去下池山鹰了。下？你不就是用这个方法吓走我娘的吗？你说不能杀人，吓总行了吧？难道我又做错事了吗？也没有，你这样挺好的，但千万要注意安全。对付敌人你要有计划，你这样擅自行动，万一打草惊蛇怎么办？会吗？池山鹰坐镇海东，本就是处在牵一发动全身的位置，他和茉莉花好歹也能相互抗衡，你把他吓跑了那怎么办？那他比我娘厉害，不会一次就吓跑的。你说的对，他不会被吓跑的，他舍不得自己的位置。我活了一百多年，这一百年从初始彷徨到慢慢安定，到看到新鲜，到最后如同行尸走肉般的活着，我还是选择了体面的做人，将人做得风生水起，可我还是不知道做人的意义是什么。在我遇到沈先生之前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可我现在想活着。我也是。米兰。嗯。以后我们一起行动好不好？好。雪不知道下到哪一天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带你听雨的那一天了。我也期待和沈先生在一起的那一天。小梁哥，谢谢二小姐。
想什么呢？只要我的计划能顺利进行，我就能重新回到我的位置上，沈之恒和司徒威廉也会相安无事。还有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加害他们，以后也不会和他们为敌。生子哥还在池山鹰手上，我得救他。你知道我可以直接杀了你吗？杜丽，我真的没有背叛你。我被沈之恒抓到仓库里面，我差点被他折磨死，我还是挖地洞逃出来的。我逃出来之后连大路都不敢走，我生怕被他抓到，才躲到了金家。哦，我想到了一个完美的杀沈之恒的计划，我这才冒着生命危险托人去找您。你以为除了你厉英良之外就没人能替我办这件事情了吧？你有没有仔细想过，自从你接手沈志恒这件事情之后，你办成过任何一件事情没有？穆丽花的一个戒指都比你强得多，强得多呀！杜丽，可我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对您的这颗心比任何人都忠诚。哎。你知道我当兵之前是干什么的吗？属下不知。我当兵之前在一个剃头铺子里当过学徒。我接手的第一个生意是给一个长官剃胡子，那个时候手生紧张，手一抖就在那个长官的脸上划了一个大口子，鲜血直流，那帮卫兵直接就把枪顶到了我和我师父的头上。我一想，完了，这不是死定了。可是没想到那个长官什么也没说走了。那一阵子我活的那叫一个忐忑。半个月之后，那位长官又回来了，这次他没有带兵，没有带枪，一个人来的，指名道姓要让我给他剃胡子。他说他相信我那次不是故意的，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第二次。李银良啊，你办砸了这么多事情，闯了这么多祸，我一直没有严惩你，就是因为我念在你过去有功，我对你还有那么一份信任，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信任很重要，不可辜负。杜丽，我绝不负你，只要您还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办成。走吧，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们这次是智取，不是强攻。我们让沈志恒签一份认罪书，登报告诉民众，那篇海东军的文章是他们报社杜撰的，不是我干的。哦，我相信有李桂生、司徒威廉二人帮忙，这事儿一定能成。李桂生用不上了，民众非要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，我只能把李桂生放牢里了。还是杜丽想的周到。杜丽，如果我的计划真的可行，可否请您大人大量放了李桂生？穆丽花呢？你为什么不提穆丽花？
沈之恒这个问题上，穆梨花是成功过的。杜丽，恕我直言，穆梨花不可信啊。您没发现吗？自从他来了海东，海东一片乱象，还有最近频发的失踪案。那为什么不是沈之恒干的呢？沈之恒可以是兽性大发吗？沈之恒是个体面人，他连死刑犯都不肯咬，怎么可能丧心病狂去袭击人呢？您看，穆梨花的做事风格百无禁忌啊，他只在乎自己的利益，从来不把人当人啊。此人不可信啊，杜丽。就按你的计划来吧，但是李英良啊，信任很重要，不可辜负。是，英良明白，多谢杜丽，多谢杜丽。去给我换壶茶吧，你刚才给我倒的是凉的。哦，是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你至于吗？好像我打你似的。等我翻了身会回报你。那你想怎么回报？送你一份好嫁妆。谁稀罕？我现在连未婚夫都没有，谁知道什么时候能等到你的嫁妆？现在对我许大愿，到时候不认账怎么办？我看司徒威廉你可以嫁。是我什么人啊？还替我做主了？你不喜欢他？我不喜欢。我看他待你挺好，你待他也不错。我不错就要嫁吗？林良，那我对你更好。早点休息。无论是啥，忘了我该是。我说过离我远一点。我偏不。刺跳动的心。
这条无处逃亡的路上，我留在此看到地雪花朵儿绽放，那也曾是我向往的豪情万丈，欲望之光幻灭情绝心的希望。伪君子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？你跟着我混能混出个什么好结果来？你又不是穷人家的丫头，跟着我图口饭吃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干什么非要和我好？我要什么有什么，所以我才能想跟谁好就跟谁好。明天我就把你卖了，让你知道我是谁。好啊，那你可得给我找个英俊的，太丑的我可不要。我明天走。这么急？这件事情必须尽快解决，哪怕没了前途，我也要赶紧洗清我的罪名，保住性命。若是再拖下去，你也会被连累的。我不怕被你连累。你放心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等我把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回来。你不用说这些好听的来哄我，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对我负责。你想娶我，我还未必想嫁。我说认真的，我不是哄你，我也从来没有哄过你。你懒得哄吗？就信你这一次，可你别觉得我是一次讹上了你，你要是这样想我，可真是蔑视了我。滚蛋饺子，吃吧。
青涩的眷顾，你无意的触碰，这身不凡皮囊裹着孤独。如果再也看不到你的轮廓，愿用一世一生换取相逢一个定格，为你打抱不安，让倔强臣服于柔软，陪你孤注一掷，愿你保留该有的果断，直面对抗危难，是在空阻命运审判，守对抗。